瑞威，欢迎来到这里说事。日本奥运会开幕在即啊，今天对于日本政府来讲，可能很头疼的一个事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日本老百姓的疫苗接种率。显而易见啊，在短时间内，几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健儿、体育官员要汇集到东京。他们会不会携带病毒而来呢？当然会了，现在就已经有检测出来的了。而90%尚未接种疫苗的日本老百姓，简直是赤身裸体来迎接这个疫苗，所以一定得快打，打得慢了，搞不好这个奥运将成为疫情传播的温床啊！然而，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日本很多地方政府突然发现，哎呀，我这个疫苗怎么坏了，不能用了？大家知道吗？日本政府今天进口的大量疫苗啊，是需要低温冷藏的。你把这个疫苗从海外冷链飞机运过来，分发到各个疫苗接种站，24小时啊都得有这个冰柜对这个疫苗进行保温。如果温度不够的话，这个疫苗就废了。结果到目前为止啊，全日本境内有几千只疫苗作废了。原因很简单，这个冰箱的插头脱落了。哎，冰箱插头一脱落，这个冰箱不制冷了，这个疫苗就报废了。但是这真是一个很引人怀疑的事情。咱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冰箱，那个冰箱肯定是常年24小时开着的，除了停电几乎不会让它停止运转。而且冰箱那个插头大家可以去检查检查啊，你家的冰箱可能3年5年10年都没有被拔下来过，因为谁都知道一旦拔下来你这个冰箱就没有电了。可问题是，为什么存储疫苗的冰箱会如此大面积的多个被人把接线头拔下来呢？有人可能说，哎呀，是不是这个不小心啊，走路走过去轻轻一绊，这个插头被拔掉了呢？您拿自己家冰箱试试，哪那么容易被拔下来呀？很多人都猜测这是有预谋的，有人故意要让这批疫苗失效的。因为在今天的日本有非常强大的反疫苗组织，这些人不信任疫苗，他们想故意的毁坏这些疫苗，让这些疫苗失效无法接种。甚至还有更恶劣的，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把这些变质了过期的疫苗注射到人体之后，真的会产生卫生事件，反而让日本老百姓进一步拒绝疫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织存在？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过，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过多次疫苗事件。日本当时的疫苗的原料大量的采自来自美国的血浆，而这些血浆产品出了问题，有的携带病毒，有的没有做好的保管变质了。结果有问题的血浆产品导致日本疫苗大量出现问题，到今天还有上万名日本老百姓在做诉讼要求赔偿。所以啊，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对于疫苗的强大的不信任，以至于让很多有心人要毁坏这些疫苗。对日本政府来讲，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恐怕今天奥运开幕的时候，他连20%的接种率都完不成。那么，这个疫情会不会借由奥运传开呢？